另外，美國總統特朗普辭退情報機關監察長阿特金森。特朗普將決定通知國會，話冇信心佢繼續勝任呢個職位。阿特金森係第一個官員告知國會有告密者舉報特朗普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通電話，向對方施壓調查前副總統拜登，促成國會調查並且展開彈劾。民主黨人批評特朗普在國家面對疫情危機之下，進一步削弱情報機構的公信力。